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当
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风朴实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欲往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纺出食物，有的做农谋生。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。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2015年7月7日到9日，海涛法师到达位于美国南部的亚特兰大弘法，在7月7日第一场法会中，
法师将修行的次第从浅入深详细解说，并带领大众实修慈悲，特别在法会现场点千灯，愿光明消除恶道苦，更消除造恶的无明，愿人人得闻佛法，深信因果。阿底峡尊者写的这个点灯祈愿文，就是把一盏灯变成一种菩提心，变成一种佛的力量，一盏灯就变成一个极乐世界的光，所以一盏灯就变成莲花灯，可以帮助很多受苦的。而且各位，今天大家有幸能够听闻佛法，希望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类能够听闻佛法，不然呢，这个世界很苦，这个世界成为动物的地狱一样，人类所养的无量无边的动物都砍杀，因为他们不了解六道轮回的道理。所以大家点灯，你要升起这个想法，光明消除他们的黑暗无明，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听闻佛法，相信六道轮回，相信业报的道理，相信万法为心造，开智慧，相信极乐世界的光遍照一切，最高的天最低的地狱都充满了这个灯的光明，所以会这样发愿。虽然手上只有一盏灯，然后我们按照这样发愿，那就会变成无量无边。到达亚特兰大的第一天，海涛法师得知150年前的南北战争造成亚特兰大几乎被战火夷平，死伤无数，便在既定行程之外，另外排定于7月8日上午，在奥克兰墓园中为往生者洒甘露，慈悲施食，令一切幽冥众生令其愿意满足，离诸烦恼，并祈求仰仗佛恩，三宝加倍，让世界充满爱与和平，远离灾难。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身境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身境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身境，永为佛子，愿尽行受，勿杀生，永无刀兵劫。那佛经说，你只要一天不杀生，一天吃素，生生世世不会碰到战争的痛苦。所以我们也发，我们把我们的愿跟守的戒回向给他们，愿他们生生世世不会遭受战争，就没有痛苦。来，愿我及众生尽未来际，不杀生，永脱离战争刀兵劫。好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大家洒几滴水，但是水不是在你面前，是整个亚特兰大、整个美国所有服务区一级一切这样观想。来，那么说罗波耶，那那耶罗耶，大智那。好，也愿各位以后永远记住这个地方，包括世界各地有苦难的地方，所以心放着苦难的众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